分期付款买的老鸭时到了，拆包裹的心情很奇怪，明明自己买的东西居然还保持着一种莫名的好奇和兴奋。看到如实描述的果品，终于踏实了。老鸭式的价值由两方面决定，一是果形果色，二是装形决定。老鸭式好装不多，不过好果子多。这次一共买了3颗原生的血红果，据说是地栽多年的桩，不过打开包裹没有看到断大根的情况。老鸭式的根很珍贵，换个大盆把根养到3毫米以上，长度10公分就可以插根繁殖，比千家之条成活率高很多。果子那么多，换盆不是什么好事，狠得下心的话可以全部剪掉。我不是那样的狠人，只剪了1公斤，留下的果子观察看什么时候落果。有钱一定要买好桩，这种棍子桩造型难度太大，不是因为穷谁会买这货，断口需要处理，关键还没有顶枝，枝条也不到位。现在大家知道好盆景为什么那么贵了吧？没钱就花时间花精力造型玩棍子桩，有钱就可以省略这个无奈的过程，还能直接上好桩。不知不觉天都黑了，花了一天时间，棍子还是棍子。不过我的理由是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，你觉得这是享受吗？我是李向路，我们明天再见。